卖布兰，今晚是鬼月呢，咱敢会拄着鬼啊？你卖话袂讲，讲到白天拢有啥物鬼啊？而且做阵人也要死啊！廖蒙志、许世伟。林建，你想我啊？你想要做啥？卖过来！卖过来哦！卖过来！卖过来！卖过来！蒙子，你千万唔当叮当，你千万唔当叮当啊！是啊，是变作啦！我嘛唔知啊。咱做咩嘢替人家担事啊？咱做坏话救人啊！阿哥，今麦好好咧放暑假，根本就无人啊！唔管啦。今妈，你是不是感受到为老爸顶上落去的滋味啊？安怎，好耍无？是不是跟游乐园迄 G 派同款足刺激的啊？警告我又给你啦！我真正足惊的。你嘛会惊啊？当初恁甲我创治校对老爸顶跋落去的时阵，恁敢有顾虑到我的感受？我再歹操恁嘞！这叫做现世报。一报还一报，我真正就惊的啦！我是要听这啊！是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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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要听这啊？我搞，是嘞啦！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看到你有钱，所以讲我才会冒空车，我才会变花小曼跟你搞我，想要变你当作虚拟货币。我想讲，我的计划袂出什么差错，想袂到你后来就发现啊，不管我怎怪你，你都无愿意把钱掏出来，所以我一生气，就想要把你加死，所以才会约你来这，在你的饮料内底加料，谁知影创治到一半，你就凶凶就安尼跑落去啊！这件事都是我做的，跟蒙子无关系，真正跟蒙子无关，你莫阁逼伊啊！今年真正是因做诶，虽然讲早就有心理准备啊，但是今麦听到这个事实，也是感觉足心疼。好啦，好，我的认真想，我的认真想，徐世伟，咱要搁伫个倒位去辅助景点啦，哈哈。哦，伫婚纱礼服店啦，嘿，我嘛是。叫蒙子安尼做诶，无对，就是要抢伊个光彩，才会无细你造成火灾啦！快救救我的妈妈！这两个人根本就无良心，竟然安尼欺负晴天！恁两个把我关伫个休息室内底，害我差一秒休息。恁两个真正是无血无目屎呢！丢！我有够恶毒的，是嘞啦！所以恁对我所做一切，只是想要把证据抢走。啊，不过，你咧糟蹋我、欺负我的时阵，我哪感觉恁足快乐的？啊，若无伫咧误会时阵，我明明就有足侪机会会当摕证据啊！恁煞给我选掉 Pawn Queen， 给我伫咧舞台上，给恁拍红油漆，你敢知影？我伫舞台上，变作较可
哭出来呢。晴天，来，进来，明天。真正足超过。好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不是当家姐，我哪有你很失礼了，真的失礼啦。应该嘛是我的主意啊，是我建议啊，用这种方式造成混乱。好方便哦，洪蒙子抢到伊个小金公仔，规定这件代志拢是我做主的，甲蒙子无关系啦，真的啦。阿哥有嘞，我真正啥物拢想袂起来啊啦，就晴天，我拜托你，你敢袂用个心甲我约起哩，我真正足惊的啦。等下，我跪落来，用你夹头嘛，不要紧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莫阁甲阮折磨啊！真正失礼啦！不管后尾用什么方式，为滴，阮这一间拢甲你回信咧，好不好？拜托的啦，你紧甲我邀起你啦！上吊啊，迄边的，恁两个竟然放袂记？迄天，恁两个甲我带去游泳池，逼我徛遐尼高的所在，害我滑落去水内底，娃娃淹死。知影，恁害死的是一个十七岁性命，恁两个真正无把人命看人间来。许世伟，林建明，小贪又搁恶贱的搞事情啊！白贼七啦，两支嘴好累累，把阮大家骗到你拢死啊！阿怎？你叫是讲恁所做遐歹代志安尼呼呼的，都要准都算，免遐想啦。想要创啥？创啥？将阮正恩收的苦，凭哪里啊？我已经看过正恩拔落的鸦片啊！你真叫我搞到你这？吓无？阿姐吓无？许世伟，你怎啊听哦？我要将阮正恩收的苦，一千八万不落去哪里啊？过来。赶快啊！赶快站在我心内，廖同志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，过来！心内，恁这两个害死晴天的凶手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爱恁向真正的晴天脚踏受罪。你莫抓准讲安尼就结束啊！我一定会上法院去作证，去甲法官、检察官告恁两个的罪行。段某子，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对伊无客气，我今仔要甲朱晴天算账，解决阮的冤家。你阿准哦，你安尼会当逃避你的罪行？无，会加一条，加一百条我嘛无得惊啦。我听阮爸讲过，关伫咧内底，唔但爱受到刑责的折磨，搁爱互犯罪的人再教育，我才无爱管伊种生活。你还是把老母当好姐妹啊？干屁啊！到底是还是想啊？怀疑你爱我死，我就带你走爱死。刘正，你把晴天放开哦。不可能啊！刘正朱晴天做鬼吼，嘛是一只胆小鬼。我就是要让伊去阴间做爱做干啊！刘正，你才是胆小鬼啦！敢做唔敢当，做唔着代志煞别人啊！参像你这款人，佫想要做甚物大枝头啊？你哦，臭死啦！就是讲的，你就是万多青天比我较水，更加好读册。人青天哦，心内是纯洁无瑕。啊你嘞，你的心肝比乌鸡更加乌啦。廖某子，我来寻了猫影。
队长，杨队长，麻烦你紧急救护车，紧急救护车。啊，好，多行。你先别讲话，你别惊，我跟阿玲讲，会留只不哩等救护车吼。王一林同学，你拄只从廖蒙之杀落楼的过程，我拢一定看到。是我做的。你是为着要救我？有什么话啊？要来警察局再搁讲啊！许四个嘛，抓走！安怎？伊林爸，我得过来。我会替伊想办法的。啊，趁伊无注意，赶紧去坐电梯，只要想办法去了过，一定就有救啊！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恁老副总，恁奶奶，伊奶奶家啊，对啊，因进前嘛就要跟伊玲的，伫遮找伊妈因的，伊玲被警察抓去啊。我这会当来公司找律师斗相共，我想讲永兴集团有上好的律师啦。黑旗集团，怎做即摆变作是黑旗集团？前几工阁是永兴集团啊，即摆哪会变作是黑旗集团？迄块砍棒凭什么靠你啊？晴天啊，就算讲永兴集团变成黑旗集团啊，这也跟你无关系。你是安怎这么激动啊？谁讲跟我无关系？永兴集团是阮……晴天，你要干嘛？迄天你伫安一个告别式吼，就是情绪受过激动，才会昏去。后来我有打电话问你阿妈啦。伊讲你有较好啊，啊！你是安怎即摆又搁雄雄？你先甲我讲，是安怎即摆会变作是黑旗集团？黑旗集团这个扛棒是怎挂起的啊？因为原本的罗董的，伊甲规个永兴集团哦拖甲倒来啊，互所有的董事罢免，解除伊的职务。同一个时间，董事会嘛决定宣布永兴集团破产了，啊！然后阮爸用新的资金重新整顿。所以现在就改名叫做黑旗集团了。你们跟我说是他的董事长是陈忠信，当然也是他啊。这是爸打拼一世人他最骄傲的地方，所以让陈忠信又垃圾去了，真巧我没见笑。晴天，你莫安尼啦，这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啦，你都莫阁掺了乱啦，好不？那不是你先乱，永兴集团哪有可能行到这种无法度挽回的地步？